七八八。全球知名的迪士尼音乐剧《狮子王》上演以来广受好评，演出舞台上有一位娇小华人舞者的身影，灵活的全场飞奔跃动，他是汤文君。一场演出下来诠释十多个角色，能够承担如此高压的位置，这是来自于他在英国十多年习武的成果。认真亲切的指导团员们唱出优美的和声，汤文君现在不单以音乐剧舞者为自居，回到家乡后的他立志要使用英国所得到的艺术养分浇灌在台湾这一片土地上。哥们你好，我是金玉。一出音乐剧迷人的魅力，除了主角的歌声之外，其实旁边的舞团也会带给观众极大的震撼感受。今天的来宾他是来自英国百老汇的一个台湾的舞者，哇，他演过非常多家喻户晓的一些剧码，包括了像国王与我啊、狮子王、卡门，还有蝴蝶夫人等等。从15岁就到英国去展开他的舞蹈学习之路，我们要请到汤文君来分享他的故事。你好文君。你好主持人。你本身会的舞蹈就有不少种，包括了有哪些？除了基本的芭蕾技巧需要，再来就是现代舞。在学校的时候我还有学习过西班牙舞、苏联舞、爵士舞。我最近刚回来台湾之前，我还去学的那种杂技的吊杠就什么东西都要学，这样子hip hop也要。你是很小就开始学舞蹈的吗？我6岁就开始，父母送我进去学舞蹈。 是特别有跳舞的细胞吗？没有，我小时候非常非常的害羞，我驼背，然后又不喜欢跟人家讲话，等于是跟现在的个性是两个极端。所以小时候父母就是可能为了要矫正身体，把我送去就是舞蹈社去学舞，没想到一学就黏住了。啊，就喜欢了。对，我觉得从学舞当中让我找到一个很高兴的一个感觉。从小我就觉得我自己长得不够漂亮，然后就觉得自己的很多缺点，因为就觉得我身高很小只，我就154公分。对，所以就觉得自己天生不如人的条件就让我非常非常的自卑。我觉得在舞蹈当中慢慢建立起我的自信心，慢慢让我别人对我的评价就说，哎，这个小孩子好像还蛮会扭的，还跳舞还有感觉，不会说就是像木头人一样。所以我觉得在当中让我找到一个被赞美的一个称赞，我就觉得好像我也有一样好的东西可以做。你一路上这样跳上来，其实让你自己很有成就感，但妈妈爸爸当初并没有想要你走舞蹈这条路嘛。对对，那个时候我现在34年前吧，台湾的舞蹈还没有像现在有很多舞团剧团可以去做，可能就只是在歌星后面伴舞，或者是毕业之后回来教小朋友。对，那父母其实蛮担心，就是说学舞蹈出来怎么当饭吃，所以他们就觉得当陶冶性情的兴趣就好了。可是一路上走下来，好像他们都看到我成绩学科成绩都不错，他们非常非常的注重我学科的成绩，一定要在前几名才有办法去继续让我学舞蹈。所以我觉得父母的那样子的压力之下，让我就是学科跟术科都没有放弃。但是觉得小时候没有童年，因为别人在玩的时候我好羡慕隔壁家的小孩。我就是我很少其实去上舞蹈课，你看说舞蹈班的小孩可能一天一个礼拜当中去上个4-5堂已经是 average， 但是我一个礼拜有上2堂就已经很好了。我其他就是补书法、数学、地理、生物、化学、游泳、钢琴，所以几乎是没有自己的时间。对，所以到后来爸爸妈妈通常会要求一般小孩子就说，那你既然这么累了，那你要不要把舞蹈给放弃了。所以很多孩子可能为了升学的缘故，为了就是满足爸爸妈妈的期望，在学科上面有好的表现，就放弃舞蹈。是你坚持不要放弃的，是不是？因为我就觉得一直考，我们舞蹈都是保送考，我们那个时候只要考国语跟英语，那这2科是我最好的科目。所以一路上上来我都还蛮幸运的，就这样一直是第一志愿这样考上去。所以其实你也是很好强的个性。所以这带给你成长过程中会有一些压力吗？会，因为
就不想要输给别人。小时候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这样成长的一个背景，妈妈会拿你跟别人比较，可能邻居，可能是自己的亲戚的小孩，就是说某某某都怎么样啊，你看人家功课多好啊，怎么样啊。当然是他是要以古爱的关心来关心我们，但是无形之中造成我会很想要当成大家心目中的好女儿、好学生、模范生。同时我觉得这样子的也不是阴影啦，这样子的影响造成我觉得后来现在回头看的时候，造成我有一个很需要被认同感。因为从舞蹈，我们从一个一个从小考到大，站在那么多评审老师在选人当中，学校进考进学校考舞团，你都一直在被人家选，你都从外表就被人家挑了，挑到你的能力，挑到你的内在。因为跳舞不是只有动手脚，到最后你能不能够感动别人，是你带出来的那一种气质，带出来那种感动力。你受伤啊？你什么时候受伤的？高一的时候，我上国舞课，一个飞腿下来，然后因为教室比较老，那个地板就有点裂缝，所以我下来的时候整个是扭下来，所以整个脚肿得像米糊一样那么的大一个，然后我几乎有半年不能跳。那个时候也是在第一学期考试的时候就受伤，爸爸就问我说你有没有想要出国，我就说可以啊，他说哪里比较好，我就说英国皇家芭蕾，因为小时候都听过英国，哇，都很漂亮的那种舞蹈演员，我就说英国。然后那个时候两个礼拜后我就送到英国了，所以我说我的父母真的比我勇敢，比我有一个理想吧。可能我妈妈自己也是非常喜爱跳舞，她从小就是家境不好，外婆没有让她这样去完成她的梦想，她把她所有的梦想寄托在我身上。虽然她口里讲说我要你读书，我要你以后有工作，但是我知道她心里面，我如果舞蹈上表现得好的时候，她有一份这样子的骄傲在里面。汤文君专注的神情，一举手一投足皆展现出舞者的优雅姿态。从小就被老师赞许富有舞蹈天赋的他，15岁因着父母的期待而只身远赴英国深造。虽然他身材条件受限，不过凭着好强的个性及源源不绝的热情，终究跳出专属自己的舞蹈风格。他要去英国之前的差不多一个礼拜，我每天晚上都哭，也觉得说，我怎么那么残忍，把他那个小孩子那么小就丢到那么远的地方，如果他生病要怎么办。我觉得我们的身高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对，虽然我现在还蛮 enjoy 我的身高是这么矮，我觉得有很多好处，可是对他是一个跳舞的人来讲，我觉得那是非常大的一个阻挠的地方。那大家又都非常的高，那随便一伸手来讲一定非常的那个肢体绝对比较吸引人。对啊，所以他绝对是一定是他非常非常的独特，他才能够脱颖而出。 She told me that every night she would write down 5 new words in English and put the translationbeside those words and stick them on the wall, and she would lie in bed and learn those 5 new words. So every night she learned 5 new words in English. 那个时候她说，爸爸，我有寄一封信给你，那封信呢，收到以后那封信是不算的，那封信要十几天以后才收到，但是我不知道那信里面写什么，但竟然那封信还没有收到之前，她就打电话回来了，她说，哦，爸爸，那封信哈，真的是不算，因为我问我们同学啊，根本什么骨骼学、肌肉学，连英国人本身的小孩都听不懂，何况是一个东方小孩子。那个时候他就放下了。所以当那封信收到以后，我就知道那封信真的是用哭的写的。可以体会一个小孩子的辛苦，但是他忍过来了。才高一就跑到英国去念舞蹈，那么其实文君要面对的应该是在异乡里面的一种孤独感，而且这个舞台是更加的宽广了，一个小女孩要怎么样来面对种种的压力跟挑战。你还记得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吗？跟情况？开学典礼的时候我在下面哭得稀里哗啦，我觉得
我那个时候好孤单哦，别人到住宿学校，一个舞蹈芭蕾舞学校，都是跟着爸爸妈妈，我是一个监护人带我去，我又不认识他，看到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到餐厅吃饭，看着他们把行李放下，问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才走，我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然后带我去银行开户，记得我那个时候打电话回家，爸爸就说没关系，我们办一年休学，你读不下去就回来。哇，我听到哭得更惨，因为就心情心情就好强，对，很好强，就说哇，光办休学飞机票这样子来，然后你又要让我吃住，住宿学校不便宜，学费、五一费总总下来，哇，也要100多万，然后学校的学科压力也蛮大的，虽然说我在台湾的英语很好，但是一进去我几乎没有什么读语言学校的时间，3个月后我马上就接到普通高中跟大家一起上课，所以在上课过程中要怎么样子写论文，我又选了舞蹈然后跟音乐，那舞蹈我们要学那个 anatomy 就是人体解剖的，我连中文的什么指骨股骨都在哪里我都搞不清楚了，更何况是需要用英文去了解，我就那个时候就觉得我自己怎么那么的笨，我很希望一直把东西挤进去。韧带受伤会好吗？慢慢的，不是，怎么讲，韧带没有办法完全长回来，所以就只能把你剩下来的再去训练，让它强壮一点，就是开始要了解怎么样子去保护自己。到后来你会不会觉得在舞台上面会让你产生莫名的这种一定要跟别人竞争的这种压力？从小在台湾我都是第一名，不然就是第二名，但是当你到了国外，站在外国人当中，你发现你光站出去，你身材就不够人家漂亮，你脸蛋就没有人家漂亮，你脚就没有人家长的时候，我那个失落感很大。那个时候，第一天在分班考试的时候，我的整个信心被打碎了。分班考我居然被分到最烂的，就是 C 班。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记得考完，老师都学生都离开了，我自己一个人跑去跟老师讲。我哭着跟老师讲，我说我很想要到 A 班，你可不可以把我分到 A 班，我一定会很努力留下来练，我一定会不让你们，因为我觉得这一份机会是要我自己去争取的。但是到最后3年毕业下来，高中我都没有被分到 A 班，但是每一年我们都会删人，每一年都会有人放弃，在这3年中下来，老师看到的是我的努力，是我的过程，我已经在跟 A 班的人一起同时上课，而且我的表现是我终于找到我自己一个出路。你后来是怎么样开始去寻找自己的专长，跟别人不一样，让我变成独特的？我觉得是我在进入到那个芭蕾舞蹈学校，我遇到一个转变我人生的一个现代舞老师，他是一个男老师，身高比我高一点点，大概154不对，我54，很矮很矮，但是他让我喜欢上现代舞。他跟我讲，你要找到你自己的风格，你不一定要跟大家一模一样。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说，哇，原来当我可以对自己跳舞有一个自信的时候，我不需要再跟大家芭蕾舞都是群舞都长得一模一样，跳一样的动作，你不能跟人家不一样。但现代舞你敢努力地表现出你自己的声音的时候，我才发觉说，我要学习知道我的声音是什么声，我连自己以前都没有发过声音，我连自己的声音都不懂，我怎么会发声？那个时候我才慢慢问我自己，我到底可以说什么，我有没有故事可以讲给别人听。那个时候我真的慢慢才学习成长，才变为一个真正会想的舞者。那你怎么接触到音乐剧的？我之后芭蕾舞学校进到现代舞学校之后，我开始要读硕士之后写论文，老师说，我的硕士论文导师他跟我讲说，我先生的音乐剧团缺一个女孩子，你要不要去考考看？我就说好啊，反正他那时候是国王与我，就是在暹罗国的一个音乐剧，就是尤伯莲娜，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音乐剧。我就说好啊，反正这都是华人的脸，我会跳敦煌，我就用敦煌的方式去跳那种暹罗泰国舞这样子。结果没想到我就考进去了。我就从其实现在我发觉说，神从小就预备我在教会长大。那个时候小时候在唱诗歌，在教会没有私情，赶鸭子上架弹钢琴的时候，他已经预备我音乐的底子了。所以我考音乐剧的时候，我不会怕开口。很多台湾的学艺术就可能比较分科分类，
对，所以会跳舞的不太会唱歌，会唱歌的比较不会跳舞或演戏，能够三项全能的人其实算是比较少一点的。所以我觉得回头看，哇，神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帮我安排得很好。开门，我看到毛毛虫，就不只是毛毛虫，那种树上掉下来的虫，马给到处在地方爬，然后连棉被、枕头什么都没有。还有就我们就说好吧，肚子饿了，因为演完旁边也没有什么东西，刚好有杯面，冲了杯面之后打开抽屉，没有汤匙，那个什么什么都没有，我们是用手抓杯面吃的，我第一次吃杯面是用手抓。汤文君虽然在念硕士期间就顺利甄选进入音乐剧团，却一度因为合约被迫中断，而转换到收入微薄的基督教舞团。经济的困窘让他倍感压力，不过单纯的他只要继续从事舞蹈表演，就算生活再辛苦依然甘之如饴。除了读书的时候学会，他靠家里就是接济完，就是父亲寄给他以外，其实他出社会完全靠自己，完全没有说要向家里要什么钱。他那时候也在，一定也在那个舞团，因为我就是有去看过他在这个舞团，可是我在英国的学费还是他出的啊，他一定是出了我的学费以后才三餐不济。对，因为那个学费也很高，大概也要30几万台币，他必须很乐在其中，他才会觉得很快乐，不然的话应该会觉得他的生活很像流浪汉吧。 I knew she was very determined. Whatever she did, she wanted to accomplish perfection. We knew that if she set her mind to do something, she will do it. So yes, just like she improved so much in English, I had no doubts that she wouldgo that far in a dance as well. I think, and we knew from the beginning, it was obvious she had talent. And talent combined with hard working, yes, we were not surprised when she went far.其实汤文君在进入职业舞团之后呢，就在舞台上面发光发热，只是一般人看到就会哇好棒哦，台上啊光鲜亮丽啊，这个舞蹈动作很 powerful 啊，再加上音乐剧它那个后面的音乐震撼背景，那么陈述的故事都非常的感人。哎，没落下来之后呢，我们就不知道了，就要请文君来讲给我们听了。后来你在国王与我的演出里面角色可以是全方位的。其实音乐剧不像说芭蕾舞或者是现代舞，你只定在一个角色，因为它一个剧场可能你要有些时候饰演不同的场景，所以演员大概最多也20-30个人，所以你就是要一直扮演不同的角色。国王与我就算我们是在群舞里面，所以有些时候当渔夫，有些时候当太太，有些时候当路人，所以一直猛在换衣服，跟我以前在现代舞不一样。古典的舞蹈就是我妹妹一直跟我笑着讲，她说姐姐你以前跳舞都是一号表情苦情脸，就觉得好像要把内心的东西讲出来，你就是很不知道怎么样 express。 但是当我学习到音乐剧的之后，我发现说眼睛也要学会讲话，你要有不同的角色，要学会不是只是用悲情的角色去讲，当你高兴的时候，当你是在饰演不同年龄人的时候，你要会开始学会怎么样子成熟，去把你的经验带到你的饰演的角色上面。一定很多人会很羡慕你的工作，也像是你找到了梦想了，对不对？不过巡回很辛苦，这个辛苦跟大家聊一下。我那个时候做国王与我的时候其实是巡回团，我做了2次，第一次大概做了1年，第二次也是大概10几个月吧，每2个礼拜就换一个城市。不像说可能大家认为大舞团出去他就帮你找好住宿的地方，交通 的方式，我们没有。我们在英国自己巡回团，他就发一张 list 给你，你要自己打电话去那个城市问说，哎，哪里有地方可以住，他可能给你薪水之外给你 per diem， 就是你的零用花钱 的零用金。所以连坐车怎么样到那个城市住什么地方你可以自己挑啊，你可以挑 hotel， 你也可以挑 B&B， 就是我们讲的 bed and breakfast， 就是便宜，就是这个我们认知差很多，很差很多。所以我就是我的行李箱是带着锅碗瓢盆还有酱油
我以为是一整团的人在一起，然后被安排好的，不是啊？没有，不一定，不一定。有些团他可能照顾的比较周全，有些团他就是让你自己去照料自己。你有没有很好笑的经验？有些地方真的是跟你 expectation 不一样的时候，哇！你开门，我看到毛毛虫，就不只是毛毛虫，那种树上掉下来的虫，满到处在地方爬。然后你是说到处满地都是？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可能是之前租给学生住，学生搬走了，没有什么家具了，然后他就叫我们带被单去，就带被单去，就想说被单嘛，这真的是带单哦，连棉被、枕头什么都没有。还有就我们就说好吧，肚子饿了，因为演完旁边也没有什么东西，刚好有杯面，冲了杯面之后打开抽屉，没有汤匙，那个什么什么都没有，我们是用手抓杯面吃的，我第一次吃杯面是用手抓，对，就是在那个时候。对啊，你后来在前面一个合约他们要结束，可能没有再有这个巡演的计划的时候，你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蛮担心的，因为就想说是不是这样就要回台湾。那我那个时候就 Google 上网去找工作，很感谢神的是我刚好 Google 找到一个叫 Spring Stance Company， 它是一个基督教舞团，他们就只有四个团员都是女生很少换舞者。我在高中那个芭蕾舞蹈学校的时候，我们招会我就看他演出过，那个时候我就一个心里有一个声音跟我讲，我是基督徒，我从小就是基督徒，如果我可以用上帝给我这个恩赐跳舞来为他跳舞，那有多棒。那我就送我的简历去，然后他就找我去考试，然后就很顺利的我就考进去。进团四个人哦，你别看四个瘦瘦的女生，我们到处表演，灯光都是自己扛，地毯自己扛，真的，对，任何表演空间都有，在大草原上也有，在大营会那个 New Wine 那种地方都有，然后在那个启聪学校也有，在小小的教堂几只小猫看的也有，进到学校里面跟学生那种那么近的互动都有，他等于是在磨练我，准备我做各样的事工，这样子蛮辛苦的。对，薪水呢？薪水很少，对，薪水因为我们也是靠奉献的，所以一个礼拜加加下来，那个时候啦，大概都70磅左右。那70磅乘以45，也不没有多少，缴了房租，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上帝让我学会信心的功课。在家里，小时候都小康家庭，我们都被养尊处优，大小姐了。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发觉说，当我什么都没有上的时候，上帝要我依靠他的能力过日子。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教会主日晚我们都会有门徒训练，那没有钱嘛，就不敢吃午餐，我就饿着肚子，然后旁边的人就在吃午餐，人家问我说要不要吃，我说我不饿，我在减肥，我不饿。对啊，但是我觉得上帝真的都让很多人有细心的眼睛关乎我。就有一个弟兄，然后他问我说，文君，你是不是最近比较辛苦一点？我说对啊对啊，但是没关系啊，反正身体还能够撑得下去，年轻嘛。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等一下煮个面给你吃。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少很少的时候，上帝让我在一碗面里面看到他好爱我。所以我在上帝的家中虽然是第二代基督徒，但是从高中离开到台北读书，都一直在神的教会里面学习服事，然后也有做得好的时候，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但是他总是在旁边给我陪伴度过那个低潮的人，让我觉得说上帝你好棒。你那段时间好像奠定了一个跟他之间的默契或是信心的基础吧。所以碰到什么样的事情你可能你都知道有确据。你要不要谈一下你考狮子王的那天真实的经验？我记得第一次第 first round 在考的时候，要考完数科就考唱歌，那时候快靠近圣诞节12月份，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因为听到我前面你在外面等待的时候你心情很紧张，前面那种哇都唱音乐剧的歌声又非常的好，然后我进去我就跟我的考试官讲，我不会唱其他的歌，我只会唱诗歌。结果我就真的唱诗歌给他听，我唱 You Are The Reason， 然后唱 King of King Majesty， 然后唱完之后他跟我讲说，谢谢你还唱那么圣诞节的歌声给我们听，让我们非常有圣诞的气氛。这是第一次考，我没有 expect 他们会 recall 之后呢，叫我第二次再去考的时候，我真的发现说，哇，上帝你
我每次在考试我最矮嘛，然后他们只教一次哦，所以有些时候他们会有 master class， 很多演员都早就已经去上过课了，所以我必须要学得很快，然后我每次就是在那边闪来闪去。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考的当中，它让我重新慢慢的看到说，我虽然人小只，但是上帝的眼光还是看到我那么小小的一个人在那里。挥舞着白纱，唐文君曼妙的身影在草地上漫舞，风格独具特色的他曾得到狮子王的青睐，而圆梦之后的演出表现也相当亮眼。不过当重复的动作跳了上千次，却让他感到疲惫及迷惘，因此毅然决然离开令人称羡的位置，以酝酿更丰富的创作能量。 Wynn had an enormous amount of experience in contemporary dance forms, which for Lion King is exactly what you want, because the choreography by Garth Fagan is pulled out of classical training, Graham technique, Horton technique, and of course the African Caribbean experiences in there also. But to have a really good foundation in those particular contemporary dance forms, dance practice, is what we want here at Lion King and what Wynn has. 我觉得我以他为荣，父亲以他为荣，尤其他在那个舞台上的展现，尤其他在那个吊那个钢索的时候，因为他是最小只，所以我很容易去看到他在哪里表演，因为他是最小的。但是当他在空中悬半空中的那种舞蹈，在半空中还可以舞蹈吊钢索，还可以舞蹈，而且还展现那个肢体的那个画面出来，哦，我觉得哦，太感谢主了。That she took us to see Lion King, in which she was dancing and.She took us backstage. We were very honored to be taken round, and there when she was on stage too, no matter how painful it would have been for her body, she just put it through the routine. She didn't waver. She didn't do any less but perfect. So, yeah, we were very proud.在遇上了全球知名的这个音乐剧的表演，其实看到的是大剧场，看到的是大制作。不过这个同样的在排练上应该也是大辛苦，对不对？而且非常严谨吧。是是是，跟现代舞比较不一样，因为没有让你自由的空间。嗯嗯，像我们站在哪里或者是动作要到哪一多高都要一模一样，他不会让你说，哎，你是独舞啊，干嘛？就给你很多很多的空间。连他在哪里休息喝水，谁什么时候倒杯水给你，你只有这个时间可以喝哦，其他时间都没得喝。你要赶快换装，换衣服也都是人家帮我们拉拉链，所以等于是说非常的公式化。哇，嗯嗯，刚开始进到一个大团，很像在大工厂里面，你就觉得哦，好棒哦，做什么事情我终于不用再扛地板的做灯光，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了。但是其实久了之后，我也发现说，哎，其实这样子的环境也会造成我怠惰，你会安逸了，哦，你开始心情里面就开始有一些骄傲，开始就会觉得说啊，好不容易爬到这里，我可以松一口气了。对，但是我觉得上帝之后的磨练也更大。给我，你在《狮子王》里面的角色是，我是演羚羊，但是我们也要跳舞狮、土狼、蝴蝶、吊钢丝，然后又再换回羚羊，所以一直在那边换衣服，就演了12个角色。刚开始还要拿笔记机，因为你要通常你如果换装很快，你的下一个装其实要穿在里面，那你穿的顺序错误又流汗就脱不下，你知道吗？对，会怕赶不上。你们这四面八方的精英啊汇聚在一起，他从全世界找人。对呀，啊，那谁是当那个舞蹈的教练老师啊？谁敢管你们这群人呢，啊？就是他们在找更厉害的人来管我们。对对对，嗯，所以我们灯剧团的排练指导是叫做 Thea Bonds， 那 Miss Bonds 她是之前玛莎格兰姆，她还活着的时候她的独舞，所以她非常的 old school， 但是 old school 有她的能力。哇，她现在大概60几岁了，她 video 我们，playback in slow motion。哇，你看慢慢放，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跳得好看的，你看歪七扭八就是。
对，每个老师有他每一个老师不同的方式去调你。对，那个时候心里就怎么会有那么抠的老师？我那个时候在演出，我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推着一个 gazelle wheel 从舞台这边走到这边，14拍，中间经过第7拍，他跟我讲说：“文俊，你 7 n 才经过，他慢了半拍。”我说：“哇，你这半拍也看得出来啊。”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精挑细选有它的好处，但是也会让你就觉得，哦，我好像怎么做都不够好。那个时候也是，就是自己会对自己要求蛮强的。我自己也是蛮完美主义者。是是，对。你们演出的次数很频繁嘛，对不对？非常非常。一年有几场？一年啊，一个礼拜8场。一个礼拜八场。对对，就是像星期三、星期六就会2场。所以一年应该380几场也有了吧，但是跳了5年下来，我发觉说，我好像慢慢磨到我的那个兴奋不见了。我发觉说，我在身体受伤很累的时候，我要平均的分担，把一个礼拜8场的精力平均分担掉，因为我每一场都想要跳到我最好，跳到最后，我觉得我已经在磨损我自己的舞蹈生涯了，对，所以就会开始受伤。我记得很多时候我站在台上，我其实心里面很空虚，不像我在做基督教舞团的时候，我跟观众很近，观众也很少，但是我看得到他们的反应，我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我站在大舞台表演给2000-3000人看，我远远望出去，我只望得到是黑黑的脸，我完全看不到表情，我觉得好可怕啊。我看到的是别人的掌声，但是他不是给我啊，我就觉得你在拍什么，你到底有没有望到我。可以换角色吗？你可以去 audition， 但是有些时候他把你放在一个框框里面，像我身高本来就不够高，然后我就说我想要当替身，他跟我讲说你身高不够高，怕其他道具太大，你带不就是太跟你比例不太行，所以也是有这样子的限制。但是我就跟老师讲说，你不让我试，你怎么知道不行？我总是一个好强的个性，像高中的时候，你把我挑到最好那一班，我一定会很努力。但是我觉得现在上帝让我学会放下我自己，不是我的时候，他有更美好的东西要给我，所以我最后就决定离开狮子王，因为我觉得怎么跳，大家总是给我冠上一个光环，你是迪士尼狮子王的舞者，但是我告诉我自己。我不是属于迪士尼的啊，我是我自己啊。上帝让我在这当中慢慢让我又再次要再问我自己，你是谁？你有想过接下来想做什么吗？我其实离开英国之后，我马上就 他们就 offer 我到新加坡去演出。我其实15岁到国外，我没有在亚洲表演过，所以我很希望到亚洲，因为没有人知道我。那个时候心里的骄傲又出来了，我想要到亚洲，我想要让人家看说华人也是很厉害的，可以跳音乐剧，在一个西方人的音乐剧里面，所以我就到了新加坡的金沙酒店，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去那边驻点演出10个月。最后一天当中，我觉得可能是身体已经很疲累了吧，我就上场，都已经快演完倒数第2幕，我一出场，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整个背完全不能动，我连踢脚连25度都上不来了。我之前是很松很松的，我的骄傲是哇，我的身体好好用哦。可是当我踢25度都踢不到，连绕一圈都绕不回来的时候，我开始很怕，说上天，如果我残废怎么办？然后就好不容易那一段跳完，我下场，我还没走到幕，我就跟技术人员讲说，我走不动了，你要拿轮椅推我。然后他们就赶快叫物理治疗师过来，不能没有办法放松，我整个被痉挛到不行。是怎么回事啊？就整个被脊椎，就好像肌肉已经太过操劳了，就整个粘结，就整个抗议了，就对，很像宕机这样的。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赶快把我送急诊室打吗啡放松，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就大概也是有1-2个礼拜都不能动，躺在床上。这次受伤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到现在都坐久啊，姿势不良啊，都还是会有。但是它让我慢慢学习到说，身体其实好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想到说，其实
上帝给我们的不是只有身体而已，他还给我们很多全方位的。嗯嗯，所以我让我知道之后，我就渐渐着往艺术行政，然后让我自己开始在其他的方面去学习，不是只是站在舞台上而已。嗯嗯，我一直跟上帝祷告说，我很不配，我一直靠着我自己的力量走，我有我的爱，就是可以包容全部的爱，你知道吗？你给我力量，我来扛。但是上帝要我知道说，所有一切都不是你的，都是我的。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还会信靠我吗？在家里和妈妈自在的相处，看似平凡简单，这对汤文君来说却是失而复得的珍贵亲子时光。多年来离乡背井，母女总是聚少离多，但妈妈却曾因为不能接受她的择偶对象，不惜断绝亲子关系。汤文君只有借着信仰的力量，渐渐修复就好。她没有事先跟我讲这个问题，然后一下子又蹦出一个问题出来，那个时候我就全然的哈，好像是打雷一样，我说我不能接受，如果他坚持要这样哈，我就跟他断绝母女关系。因为有时候就是哈，不是对错啦，在他的立场他是对啦，啊，可是哈，在我那个养他这样子，他没有跟我互动到那个部分哈，很深的部分，我没办法接受的时候，我就全然的切割。啊，我很痛苦，因为文君什么时候都会跟爸爸沟通，他几乎他的痛苦会告诉我，但是身为一个父亲，又身为我旁边有一个我的可爱的我的太太，哦，我的太太也坚持她的方式。那我也知道，身为一个女儿的人，她今天要听父母呢，或者她要走她自己的路，我觉得这段中间很辛苦。文君提到，爱情这一块的，算失败吧，也是上帝好像在有一些话要告诉你，从那个舞台上面下来，那如果不跳舞了，如果没有爱情了，文君你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认不认识你自己？不过谈到这个部分，已经有一个未婚夫了，他已经在等你结婚了，那后来是怎么回事啊？对，我觉得是我自己没有预备好，我跟上帝认罪很久，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大学生的时候，我一直专心在工作上面，觉得我只有这一段时间可以跳舞，我不知道我能够跳到几岁，所以我一直都以工作为重，我就一昧的来吸收这一个我那个时候男朋友的爱。嗯，但是我到最后当他跟我求婚的时候，我还一直问我自己，他是我要嫁的人吗？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哇，原来文俊你是那么自私的人啊。我们在一起11年了，我跟他在一起交往之后，在新加坡其实我们分隔两地，他在中国，我在新加坡，他为了我到亚洲发展。那之后我去喜欢上我一个同事，我觉得从这当中我觉得我自己很失败，做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订婚了之后还会去喜欢上另外一个人。然后我之后就跟我未婚夫说，对不起，我不能嫁给你，我觉得我必须要很诚实的跟你讲，这是我觉得会对你伤害很大，但是我不想要因为让我自己活得光鲜亮丽，然后让你觉得我都是啊那么高贵尊贵的人，我没有。我就说我最好需要告诉你的是，承认我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子，我不能跟你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如果只是因为一个责任跟你在一起之后，我是其实是会负了你。我不想要结婚之后我为了想要有这个荣誉的家庭，模范的太太，模范的基督徒的表现，而知道心里自己良心有一个疙瘩在里面，所以我宁愿把这个我自己的丑陋讲在你面前，让你知道。所以我最后就决定跟他分开来。那你喜欢的那个舞者，
你的家人可以接受吗？他是一个黑人，这是又另外一件事情，让我跟我家里面从以前很近很近的关系到非常非常紧张的关系。因为他黑人，大家可能印象当中就比较是吸毒啦，然后就是个性很不好啦，那这样子的人。所以我妈妈特别非常非常的反对，她拒绝的方式很强烈，所以让我受伤很大。她甚至跟我断绝母女关系。我妈妈是比较个性硬的人，所以我觉得她很爱我，她很爱我，她把她所有的期望都给我。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她小时候她没有办法从外婆那边得到的，她都加在我身上。但是我跟我妈妈讲说，我觉得你的这个爱让我觉得好好负担好大，我觉得之后过日子的人是我要过。我知道你很爱你，用那种方式来爱我，但是我第一次离开家，我那时候还要回新加坡演出，我说我第一次离开家，我没有感觉到我是受家人的祝福的。我自己一个人拎着行李，我弟弟送我去机场，我在里面一直流眼泪。我第一次觉得说，上帝啊，你看我是从小就是基督徒，你现在让我又受伤，又没有男朋友的爱，然后又跟家人吵翻脸。那我现在，我曾经想自杀，因为我觉得说，哇，我做到这样子，我还要怎么样子才能够让所有的人高兴？我又把那些大家的认同感又背回来我自己的身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学习到的也是在重新认识自己。我觉得上帝就是一直在让我重新认识自己，破碎重建的破碎重建再破碎，到我现在我发觉说，上帝，我的满足是建立在上帝给我的一切身上，而不是我自己拥有的一切身上。你爱那个舞者，这个舞者其实跟你有相同的兴趣，你们可以往下走吗？那个时候的爱是一个盲目的爱，就说啊，我找到一个吸引我的人。但是他说，你不要为了我到我的国家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结束了新加坡。他会觉得你不要为了我到我的国家工作，因为第一你也没有签证进来，第二你又不会法语，就是很多东西让你一听说，哇，我为你牺牲那么多，那你到底爱我的爱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爱？那时候又再一次让我看到说，哇，不是说我之前的未婚夫给我很多爱，这个才叫爱。然后不是说我现在给他那么多爱，那个才叫爱，不是，爱到底是什么？哇，让我重新再去看我需要的爱是什么样子？上帝要在家庭给我的那一个爱我的人是谁？所以你走过了一段沉淀期喽。这个沉淀期里面你学到什么？我觉得上帝让我学到是说，就算是没有人爱我，我也可以很满足的跟上帝过一辈子。我那个时候，哇，几乎是上帝使用我这一段低潮期，我几乎是每天哭，自己在躲在被窝里哭。因为这样的一个安排，你要重新认识爱，其实重点就是不是别人怎么爱你，你怎么接受，你自己要怎么样得到那个爱的力量，去认知爱这件事情。我一直跟上帝祷告说，我很不配，我一直靠着我自己的力量走，我有我的爱就是可以包容全部的爱，不管别人是怎么样子，我就是可以，你知道吗？你给我力量，我来扛。但是上帝要我知道说，所有一切都不是你的，都是我的。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还会信靠我吗？我觉得因为是第二代基督徒，理所当然好像说上帝就是上帝，我没有什么质疑的空，就是我没有什么跟上帝的怀疑。等于是现在是我的背叛期了，之后我重新认识上帝，他跟我讲说，你能够把我所有给你的那些困难苦难这样子的功课一样是觉得是一个祝福吗？因为人总是希望是高兴快乐的。但是我一直现在我发觉说，上帝其实要给我祝福是从低潮里面给我更大的。当我把手张开的时候，它倾倒下来的都不是我能够 expect。 那你跟妈妈修复关系了吗？我在去年的母亲节，上帝一直圣灵感动我，有一个声音说，你不能再抗拒了。我自己知道我这样子让我妈妈很伤心，那我跟我之前的法国男朋友也分开， 我跟我妈妈打电话，母亲节第一句话我就说，对不起，
对不起，我错了。虽然我自己认为我没错，但是 我知道我错，让你难过。我觉得做一个女儿的，我让你 很失望。但是 我要跟你讲的是，我跟他分开不是因为你的因素，是因为我看到他真的不是上帝赐给我的人。我说你可以很爱我，为我阻止一切，为我预备好一切的东西，但是我相信上帝要我学习的，经历过，自己走过就知道上帝的心思是在哪里。所以我妈妈她其实知道我们两个心照不宣啊，等于是妈妈 也就 OK 这样子。我们常常其实好像在抓着自己要的那些东西要不放手，我们认为那个是最好的，但是上帝要给我们不是只有单一的选项，他也给我们很多的复选的东西，我们每一样都可以享受得到。所以我不知道你在最后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大家来做分享的。什么是成功？不是说你什么都拥有，或者是你做到最好的，而是在你最失败的时候能够站起来，这个就是成功。上帝给你的成功不是人看得到的成功，上帝要给你的成功是你站起来那个力量。你有没有办法抓住上帝给你这个力量，与他一起展翅高飞？很多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力量去爬起来，可能要爬很久，可能要爬一辈子，或可能永远都爬不起来了。但是我自己告诉我自己，永远不要放弃上帝，只有我们会放弃上帝，上帝不会放弃我。其实上帝哦，他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给世人看。有时候我看到闪电打雷的时候，觉得哇，真的是视觉、听觉的一个很震撼的响宴。有时候看到海底面所有的创造的生物，会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创意的彰显。有时候看到宇宙星辰的运转，你会觉得说哇，他们怎么不会撞在一起啊？真的是精密计算之后的一个公式。听到音乐，又会觉得这是治疗破碎人心的最好的粘着剂。而看到舞蹈的时候，我会觉得哇，真的是充满着活泼的力量，在诠释着一个又一个感动人心的故事。在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文君他的肢体宣达出来有很多上帝要透露给我们的讯息，或许他的舞蹈他的故事也能够让你像他一样找到上帝的奇妙恩典。谢谢，谢谢。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我们看见了唐文君姊妹从小在英国学舞蹈，在之后参加了这个职业剧团，到处巡回努力，他算是一个成功的舞者。但是因为受伤就不允许他这样，可是他能硬挺着，还是仍然能够参加职业剧团到处巡回，而且还有狮子王等等的这种大的剧。可是我们再看，好像他是成功的，他也有爱情生活，可是到后头他自己知道他的爱情生活是只是他的付出，对方并没有给他相同的那份爱意。他自己因为舞蹈受伤，他自己不能够再继续的那样子跳的时候，机会来了，他可以用现代舞，而且同样的可以见证在基督教的舞团里面可以做见证。别人见证的是成功，是向上，他见证的是曾经失败软弱，可是他能够有平安有喜乐。他告诉所有的人，在这时我想到的是你，亲爱的朋友，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好吧。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唐文君姊妹她的见证，我会想到在电视机前面也许有一些人，他也付出了他努力，无论他是在事业、在爱情、在他的工作或者在人际的关系中间，但是最后得到的是失败，是受到挫折。主，让他紧紧地依靠你，因为唯有主，你的爱、你的怜悯，才能使他重新站起来。主，你是赐平安的主，
我恭敬地为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祷告，因为他们需要，他们需要真平安，他们需要的真喜乐，他们需要的是真正的主的爱。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人的一生成功失败我们不知道，可是有主与我们同在，无论你成功，你不会骄傲，你仍然会爱人。无论是我们暂时的失败，我们不怕，不会气馁，因为主与我们同在。上帝赐福你。